War for the Planet of the Apes， 星球崛起，终极决战。2011年开始的星球崛起前传三部曲，不同于之前的系列作品，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星球崛起开始是由动态捕捉技术和电脑动画配合的方法，用现代的科技让演员呈现出真实的人员，不像之前的系列作品是靠特殊化妆把一个一个的人画成人员的样子。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差别才对，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古怪，不过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有突破性的特效画面了。终极决战是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片，这三部片分别来说评价都算是相当不错的，算是难得的三部曲三部片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并且延续了这个系列作品富有哲理又有戏剧性的剧情。关于这一集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集了，所以这部电影的结局一定就是要结束人类和人员之间的战争。原本以为我们会在电影中看到一场惊天决战，然后地球成为了人猿统治的世界，结果不是这个样子。终极决战居然比上一集黎明的晋级还要着重在剧情还有角色上的冲突，特别是主角凯撒的身上。前两集我们看到人类有很多无知和盲目的部分，而在上一集出现了 Koba 这个角色，也让我们知道人猿里面也并非全部都是善类。这一集少了 Koba 跟 Caesar 做一个明显的冲突，而这次让这个价值观的选择还有情感所造成的盲目则放在 Caesar 这个角色的身上，可以说是 Caesar 这个角色必须要经历而通往伟大的旅程。在一个由演员 Andy Serkis 念着独白而渐渐变成 Caesar 的一个预告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Andy Serkis 演技扎实的功力，他饰演的 Caesar 在这一集已然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年纪，有理想有愿景有更高价值的伟大领导人物，诠释得非常成功。可以说这个三部曲完全就是为了 Andy Serkis 量身打造的系列电影，他也表现得真的很棒，真的很希望明年在一些演技奖项可以看到 Andy Serkis 以 Caesar 这个角色入围。这一集的表现没有前两集来的外放和纠结，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表现更为的深沉而有力量，结尾他在树下的一段戏更是非常的感人。导演 Matt Reeves 同样是上一集的导演，最近也要接手全新的蝙蝠侠电影，这一集让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导演。开场的丛林战就让我哇哦，只用了一个小规模的战斗就可以拍出战争的可怕跟无情，中段一些小场景也拍得相当的有趣惊险。我非常喜欢 Caesar 跟上校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特写镜头，非常的有张力，强大又简单。整部片在节奏上也适度的用丑角啊，用一些轻松的剧情，让观众的情绪可以得到一些放松的机会。我觉得小女孩的这个角色是这个剧本相当成功的一个设计。第一，让画面变得好看之外，第二，所谓有枪出现在画面里面，就要让它发射。这个小女孩一登场，我就想着她一定在最后的剧情里面担任什么关键的角色，你就会一直担心着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结果也是这个剧本高明的地方，你可以觉得它非常的巧妙。第三，也用了这个小女孩去致敬前作不会讲话但非常漂亮的女主角。这个剧本除了一些设计相当的成功之外，整个剧本的深度以及角色的厚度都非常的棒。同样是三部曲的完结篇，我看的时候就会想起诺兰的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相较之下我就会蛮希望蝙蝠侠的完结篇应该要拍得像终极决战这个样子。我更想要看到主角面对信仰的价值和挥之不去的自我缺陷而交战着。我会有一点挑剔 Woody Harrelson 的表现，他非常的棒，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觉得那个角色所面临的状况以及末日的环境，他不能只是一个这样的狠角色而已，他应该带着一点点的疯癫在，应该有多一点的疯狂在这个角色身上让我看到，才会和我们最后所看到的那个结果相符合。星球崛起终极之战非常的好看，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故事。两个小时多我都全神贯注着盯着剧情的发展，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动作惊悚片，你随时都在期待下一秒要发生的事情，而且特效画面非常厉害。我会推荐这部电影给所有看着星星的毛在雪地里飘动着就会兴奋的动画宅迷们。其实客观来说，这部电影不是没有缺点的，还是有一些剧情的漏洞可以挑剔的。要是我客观的来评分的话，它应该会是一部 A 减的电影。但是根据我个人对这三部曲的喜好还有感情，星球崛起、终极决战，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还有分享，并且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想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请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想要跟我分享的话，你喜欢星球崛起终极之战吗？喜欢或者是不喜欢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我们下部影片见了，拜拜。